中标。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妻子陈佩琪七号晚间抛出提早退休震撼弹，一早柯文哲出席活动，面对媒体提问，笑说要准备去兼差了。现在是轮到我要去找工作了，要赚一点钱养家吧。说退休后怎么安排吗？哎呀，找工作啊。陈佩琪脸书抛出长文表示，确定九月底从联医提早退休。陈佩琪说，这不是人生规划，只是个人医疗专业和行政能力已经不符合北市卫生局要求。他在联医服务36年，现职是院区底下的院外门诊部主任，强调编制只有他自己一人，护理师还是报备支援来的，没药局没医检部，却要做成人健检、口腔筛检等，甚至还会被卫生局要求业绩。我们都是包括卫生局每一年都编制进来2亿的预算，甚至有相关的鼓励机制，所以站在市民的角度，对于卫生局应该要对研医院门诊有一定的要求。陈佩琪认为卫生局要求不是不行，但理应派人支援，而不是他们自己想办法。他说他已经努力做到卫生局期待，自嘲做不下去只好自己滚蛋。北市卫生局解释，人员互相支援属常态，只是在柯市府期间难道就没有人手不足的问题吗？柯市府时代的状况，可能也许他当时的那些公共卫生的一些政策的推的量，或者是说这些健康服务体提升的量是不是没有那么大？那当然每一年都有相关的要求逐步在增加，比如说像今年的老人健检，那就是创了史上新高。卫生局表示目前尚未收到陈佩琪退休申请，不过一切都还是会尊重他的个人规划。三立新闻江博伟和孟哲罗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